由古分酒公卖局家己分局改建理性的家己企业美术馆，以特殊美感以及融合新旧的内涵，成为家己市代表的景点之一。在多间文艺特色商店进驻了后，以馆内第二次时代作为酒品仓库空间，重新打造咖啡酒餐酒馆，也在十二号正式来开幕。市长王美惠受邀剪彩。给诚品书店昭和 J11 咖啡馆跟五然石小铺给四兄弟进驻家己企业美术馆之后，我花日本时代的品酒仓库打造充满日本气息空间的 J 美露加啤酒餐酒馆，也伫咧十二号正式开播。今日市长吴敏惠出席剪彩仪式，欢迎专攻的游客伫咧前往美术馆欣赏精彩的展览之后，会当来遮啉咖啡、食美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佮有充满活力的信心。来到这边的好朋友，你不但是走进我们家美馆去体验我们每一档非常精彩的策展之外，诉说的美术艺术的啊，你有一趟丰富的艺术之旅。同时你在这边，无论你要品尝或者要吃饭，同时在这边休息一下，我想你有满满的会有满满的许多的灵感跟许多丰富的感受，你都可以在这边去体验着。所以来这里不单纯是一个坐在这边去休闲而已，我想它可以带来给你更多的回味与更多的前瞻。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嘉美馆来吃美露。J 美露加啤酒餐酒馆原本的场地，伫咧日本昭和时期是作为酒品仓库使用，现在依然按照酒的环境来做使用。业者强调，这是为着向当时璀璨温暖的昭和时期来致敬，透过古建筑再利用，和大家看到建筑之美。这个地方是我们全台湾最美的这个美术馆，在这个嘉美馆里面。那这边这个以前这个后面这一栋呢，就是我们嘉义的这个酒品仓库了。那酒品仓库是放存放酒的地方，我们就在想说，一个存放酒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延续它原有的场地的精神？所以我们想说继续来做一个延伸，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用了一个。就是用餐酒馆的方式呢，来延伸，大家到这个地方来，也能够感受得到原本就有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如果用完餐之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带着很轻松愉快的心情，继续来逛我们的这个美术馆，用美术、用艺术这个地方，让大家来到嘉义都会感受到满满的美丽跟这种充满了气质的那个感觉，对。除了空间将合着历史和对着未来的展望 ，J 美露加啤酒餐酒馆的菜单名称更是极有卡数，结合着家己画家陈定波的画作命名，亲像是下一家境。我的家庭、展望朱乐城、玉山积雪等等，让用餐的民众有机会和大师连接对话。食材嘛，拢选用在地的食材，亲像是家己的肉饭，佮有当市场的台湾烟肠等等。未来经营将不只是提供着用餐和调酒，更扩大场所美和艺术精神，邀请世界各地的酒商合作，透过品酒会来推荐当地风味的美食，进一步熟悉家己在地的特色，佮有给。是发展之美。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刚一起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